现在我很荣幸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彭怡珍老师，然后跟彭怡珍老师沟通了一下，他希望我能够讲讲我认识的他的人格特质，所以如果大家对彭怡珍老师的资历有兴趣的话，请上学院的官网。那我来讲讲我印象中的彭老师，他是一个对人非常感兴趣，而且也是会用行动来关心人的人。有的时候他会语出惊人的点出人的盲点，但同时他又会引导人从耶稣身上找到盼望和前进的力量。跟他谈过几次话，我也开始学习幽默地看待自己的遭遇。他对人的接纳和同理达到一个地步，我的先生就问我说，怎么样可以成为彭老师的入门弟子，成为同理心的高手。感谢神，今天彭老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深刻的相遇，经文是以赛亚书6:1-13。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手机或圣经的话，可以一同或者是看屏幕一同来看这段经文，那由我为大家来诵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侍立，各有6翅膀，用2翅膀遮脸，2翅膀遮脚，2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1/10，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短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愿神赐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彭怡珍老师。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雅红姐妹的介绍。你可以回去跟你们家先生大肯说，只要他对你好一点，我就收他做入门弟子。从一个月前就好多同学提醒我今天要讲道，我没有忘记我今天要讲道，谢谢你们的提醒。我知道你们很期待我在这里讲道，我也挺高兴的，我也挺期待在这里讲道。我们讲道学的每一位同学都在这里讲过一次了，今天算是轮到老师了。如果你们上过我的课，你们就会记得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说，给我更深刻的答案，给我更深刻的答案，不要给我八股的套路，不要给我表面的说法，给我更深刻的东西。深刻的东西一定是 authentic 的，
是真实经历跟感受过的，特别是属灵的内涵。那你可能会说，如何让灵命晋升？如何能有深刻的感受跟经历？如何能够产生那个 learning from the pit？ 如何从那个坑里面爬起来？去年一月，我开始加入正道的教授，我恢复了全职的侍奉。我家是住在 Buena Park 的北边，就是夹在 La Mirada、La Habra、Fullerton 的中间。那每天早上我要来学校以前，我就会打开 Google Map， 手机上的 Google Map， 然后就看哪一个路线最快来到学校。那其实我家附近有一条山路，这样子一过就可以到 Hacienda Bowl 了吧，所以很快的我就可以上60号来到学校。所以每天早上下午，就是因为有那一条山路，越了山以后那一条捷径，我大概40分钟上下就能够到达目的地，就比较可以接受哦。我就觉得可以接受，我就挺感恩的。我就记得我每天就神采奕奕的来上班，结果这个快乐的这个通勤日子没有多久，就在一个多月以后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你们记得吗？去年冬天下了很多的雨啊，有一些雨比较大，这个山路就塌方了。然后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走同样的路，结果路就封了，过不去了。那偶尔修路是难免的啊，这个警示灯上就写着，就闪闪发亮 ，Road closed。然后旁边就会写二月几号到几号，那我就记了下来，记得说过了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再走这一条路。结果过了那个日子我再走的时候，这个路还是封的。那我心里想，工程延误在美国也是常见的啊。可是我这一次再仔细看啊，这个日期是二月几号几号2019到二月几号几号2020。哎呀，我的天哪，表示我未来一年没有捷径可以走了，我太伤心了。我真的觉得，哎呀，我怎么办呢？我这工作已经开始了，我就得来是吧？所以接下来的日子，这个 Google Map 就带我走遍了大街小巷啊，走了好多我这辈子都不会走的路，为了横跨这个 La Mirada、 Whittier、 Pico Rivera、 Rosemi， 然后 El Monte 就变得好远，50分钟内绝对到不了。那对于这个缺乏耐心的我呢，其实是很折磨的。有人说在洛杉矶开车是很好的属灵操练，所以我觉得林院长、陈牧师的灵性为什么那么好啊？你看他们为什么那么有耐心啊？就在今年情人节的那一天早上，我又打开那个 Google Map， 哇，那个蓝色的线就通往了那条山路，我真是太高兴了，喜极而泣。我的车就行在那条一年都没有开的山路上，我觉得春风洋溢啊，真的心里非常的畅快啊。这是通勤的人心里的真实话啊。但是我就在那里想到我们生命的晋升哦，其实是不容易遇到捷径的，因为很多事情需要许多的过程堆积起来。但是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避免走一些弯路，我们可以帮助自己，让我们的心更直接的、更真实的与主相遇。我今天选的这段经文，或者说我就是要讲这一段经文啊，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以赛亚跟神深刻的相遇。我不知道那个相遇的时间有多长，是很短的片刻还是许久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神圣的相遇里有许多丰富的经历，很真实的，有很多内心的感受是深刻的。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章经文所记载的时间点应该是以赛亚开始蒙召受差遣的时候，
而且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知道神赋予以赛亚先知的权柄。对于以赛亚来说，这是他领受呼召、领受使命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侍奉的起点，但是一定是他侍奉的根本还有动力。给你们看一下以赛亚，你的生命里有没有类似深刻的经历？你渴慕这样的经历吗？深刻的相遇要成为你侍奉的动力。经文第一节说，这是发生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虽然他晚年得了大麻风，跟他的儿子约坦一同治理国家不短的时间啊，但是他在位的时候，国家是强盛的，是富裕的。他在位一共52年，可比清朝的康熙、乾隆，那是国泰民安的时代，是百姓习惯安全没有缺乏的时候。就在这种王位 leadership transition 的时候，未来政治局面没有明朗的时候，敌人日渐强大的时候，这种转折的时候、拐点的时候，神向以赛亚显现。以赛亚看见异象，看见那真正坐在王位宝座上的耶和华神，真正在背后掌管天地的主宰。他看见那位拥有所有的荣耀尊贵的真神，其实只有三节经文的描述，但是是非常少见的画面。他看见神是至高的，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个宝座一定是很高大、很宏伟、很有光芒的。他的衣服垂下遮满圣殿，那是多么大的一件衣服，是不是？以赛亚抬头看，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衣服的下摆，其他太大太高看不见。这是神向他显现的异象。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神是极伟大的，他的本体远远超过不论是人创造最好的建筑还是天上的居所，神是比那样更加的伟大。不好意思，刚才唱诗歌太投入了。我们的心要开阔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心要开阔对我们对神的认识。他是荣耀伟大圣洁的，天使撒拉佛飞在两旁遮脸遮脚，还不断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让我们想到启示录第四章的那个画面，没有停止的赞美，因为耶和华主神是配得荣耀尊贵的。他的圣洁让受造之物在他面前只能敬拜，不断的敬拜。这一些不只是文字，这是神真实的属性，是我们与他之间关系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图画。让我们更深的去感受神的圣洁和荣耀。圣洁是神的属性，不但是毫无玷污，是属于他的本性，是与世俗有别的，是完美的，是公义的，是荣耀的，是能够使被造的成为圣的。诗篇99篇，诗人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下拜，他本为圣，在他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我们最近在讲道学的课程里操练传讲诗篇啊，这里好多讲道学的同学啊，同学们就发现传讲诗篇跟传讲叙事文体啊，或者新约里面的保罗书信很不一样。然后我们同学们就很想用原来的套路去写出这个诗篇的讲道大纲，然后写了以后就发现不大对劲啊。
写出来这个味道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啊，就是这是不一样的啊。诗篇里有很多的赞美诗篇，描述着神的本性、伟大恩惠，所以我们很难只传讲诗篇的历史背景啦，诗篇的里面的一些神学啦。我们必须传达出诗篇字里行间里面所表达的那个情感跟意境，那个震撼，那样的感动啊，那种更深的对神的荣耀圣洁的一种感受，这些不是遥不可及的，这些不是只属于诗人的，是我们也可以沉浸在当中的。我们的心可以常常的沉浸在神的本性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可以说，神啊，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和圣洁，神啊，让我感受你的荣耀跟圣洁。奥古斯丁说，神在诗篇中教导我们赞美他，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而是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过程百尺竿头，从而更多的认识他。越多认识他，便爱他越深，爱他越深，便得到在当中的福乐。 Thomas Merton 鼓励我们去亲身的体会诗篇里的祷告，让我们的心灵在基督里与天父合一。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进入诗篇，在生活中活出诗篇的意境，尝到和看见主的荣美。我相信诗人写诗篇的时候不是急躁匆忙的，我相信他们不是着急完成作业的，而是默默的在神面前沉思默想，体会感受那一切的美好。让你自己的心住在神一切美好的当中，更多更多更深更深看见神的圣洁和荣耀，更深的体会感受神本体的伟大崇高，那是名利买不到的相遇。你如果经历过，你不会忘记；你如果有过那样的相遇，你会更加的渴望再一次更深的遇见神的圣洁跟荣耀。当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神和他宝座的圣洁和荣耀，以赛亚并不是直接看见了他的荣耀，他是在异象里面看见神，面对神，就像摩西和约伯一样，是没有隐藏的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是 overwhelmed 的。这个时候在他的内心产生了一个神圣的 moment， 在他面对神的荣耀跟圣洁的时候，他直接的回应就是说，祸哉我灭亡了，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看见自己的神圣时刻，不代表以赛亚以前不知道自己是不洁净，但是这个时刻是更深刻更深刻的感受，更深刻的发现他自我的状态。这样的发现是带着恐惧的，怎么办怎么办，我完蛋了，我没命了，我要死了啊！我这样污秽的人看见圣洁的神。以赛亚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可能是代表他的职分是用口来服侍，也可能是当时文化里面嘴的洁净就代表全身的洁净。他面对神的圣洁跟荣耀，他深深的知道他没有预备好，他的族人他的社群也没有预备好。看见自己真实的状态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我们天生对我们自己就是盲目的，我们是看不见自己的。当神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以赛亚看见了自己的不堪，他发现他没有比别人好，他没有比他要服侍的那些人好。
这是非常大的发现。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是罪人，我绝对是罪人，但是我比一般的人好一点，我比一般的罪人好一点，或者说我没有比别人差，我只是在神面前不是圣洁罢了。很可惜的是，当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自己的不堪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么需要耶稣，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么需要救赎。以赛亚的意象里面，神给他恩典，在圣洁的主面前，撒拉佛飞到他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沾在他的口，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被赦免了。这个图画是痛苦的，烧红的炭沾了以赛亚的嘴，恩典又信实的神赦免了以赛亚。圣洁是神的本性，是他的状态，不只是没有罪，是有力量的，是有怜悯的，是能够使人诚意完全的，让污秽的可以得到洁净，要炼尽渣渣，除尽我们的杂质。以赛亚六章的这个片段让我们想起五十三章里的基督，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领受的，我们是被怜悯的，我们是被赦免的。在我们发现自己那么需要救赎的时候，这样的真理温暖我们的心。我在我的课堂曾经分享过，几年前在我没有想到过的时候，因着生活一个小小的经历，我的内心起了很大的波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有那样的状态啊！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我的内心第一次深刻的感觉到那种掌控不了自己的那种窘境啊，真是窘境。我求告神，我面对我自己，我问耶稣 What is going on?我不愿意用简化的属灵的标准答案和公式把自己的软弱掩盖起来，我不愿意把我自己内心的疑惑隐藏起来，所以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安静反思默观。我跟我的属灵同伴分享，我跟我的属灵前辈分享，他们没有定罪我，我很感恩，他们用他们的智慧给我解惑，我觉得我很幸福。但是我的内心渴望更深的答案，我觉得我以前所有的认知经历似乎在那个层面上忽然不够用了，所以我面对我自己的时候很无助，很软弱。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I realized that I was no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我没有比任何人更好，我也不能用任何的事情让我自己更好，我只有面对耶稣，或者说我只能在耶稣面前面对我自己。耶稣也没有定我的罪，他让我感受到他的救赎是那么的直接，我突然更真实的知道我是谁，我感受到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不会忘记这一个插曲带给我生命里面深刻的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我从坑里面起来是完全不一样。后来在一个有一个机会，有一个传道人来找我谈论一些灵性的话题，谈着谈着我们就谈到
比较深的层面，他就说出了他的曾经经历过的软弱或者说失败。我不会忘记他说的时候，他的脸上满是羞愧。那是很神圣的时刻，我看着他，我看着他，我的心里没有一丝丝看不起他，我没有。他说让我给他一点勉励，那是不容易说的，让我给他一点勉励。我吸了一口气，是吧？你们在我的课堂每天都要呼气吸气啊，我就吸了一口气。我说，你会经历和感受耶稣的爱和恩典，比别人更多、更深、更真实。我觉得你很有福气。最后他让我为他祷告，那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里面比我们自己知道的更加的贫穷。我们可能是在安全感上贫穷，我们可能是在情感上贫穷，我们可能是在恩赐才能上贫穷，我们也可能是在人际关系上贫穷，我们也可能在自信上面贫穷，我们可能在我们周遭的资源上贫穷，我们可能是在我们的自律节制上贫穷，我们也可能是在圣洁的事上贫穷。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神跟我们说 It's okay, 我认识你，我认识你，我要使你洁净，我要使你完全，我要在基督里使你成圣，给你丰富。你相信吗？你经历过吗？贫穷很辛苦，各种的贫穷都很辛苦，但是不可耻。贫穷让你活得很累，但是不丢人。最近大家最多谈论的电影《寄生上流》（Parasite），你们都希望我谈这个电影，我现在就谈了啊。这部电影它暴露真正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下产生的那种社会的结构的问题，而是绑在贫富两端生活中扭曲的自尊跟自卑。在神面前，你不需要自尊，你也不需要自卑， It's okay， 你只需要完全的敞开，完全的相信，敞开去更深的发现你自己真实的状态，相信神在基督里要完成的救赎工作在你的身上。这好像是我 YouTube channel 的台词啊。嗯，神在以赛亚领受呼召之前，让他发现他自己的真实状态，同时他也看见他所服侍的人群的状态，这是宝贵的。因为传道的人，你到后来你会发现，你比你所服侍的人更需要耶稣。传道的人到后来你会发现，你比你所服侍的人更需要耶稣。你绝对不会这样子看待任何人，你绝对不会这样看待任何的人。经文里面最精彩的第八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感人呼召。以赛亚在那里领受呼召，多少人也因为这一节有了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
但这里面有几个特别的环节。一个是，这是一个没有指名道姓的呼召，不像亚伯拉罕，不像雅各，不像摩西，不像撒摩尔，没有听见神呼喊以赛亚的名字。但是以赛亚没有听错，有声音从主那里来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声音好像是对天上的万军说的，也好像是对以赛亚说的。那一群天上的万军也许就在讨论，要差派谁去犹大那里，要差派谁去犹太人当中。以赛亚这个时候回答很主动，自愿的，必内你，是吧？差遣我，差遣我，我在这里，多么的浪漫，多么的浪漫。但是这一节呼召的经文，若是不在整章的经文的过程去理解，我觉得就失去了那个深刻相遇的情景。愿意去固然重要，愿意去固然重要，但是为什么要愿意去？愿意去哪里也很重要。一个深刻经历与神相遇、经历过救赎恩典的人，是乐意奉献的。主接受了以赛亚的回应，他说你去，你去告诉这些百姓，但是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他们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mission，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使命。你要对一群不想听或者听不明白的人讲道，那还要修讲道学吗？还要五行三段，三段五行，没完没了吗？耶稣也说过这一段话，很多人也听不明白耶稣所传讲的，将来也会有很多人听不明白你所说的。但是重点是，所领受的这个使命里有神国度里未来的盼望。经文11到13节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一个世代会经历审判，会经历管教，家园会荒凉，百姓会被掳，看似绝望的景象，那个当中神耶和华神会留下盼望。犹大不会消失，犹太人不会灭绝，树虽然被砍了，树墩子还会被神所保留。中国有一句话说，有苗不愁长，神还会重新兴起他的百姓，兴起敬畏他的人。以赛亚被呼召就是要传讲这样的信息，他一生就是传讲神的审判，审判之后的盼望，神的管教，管教之后的炼净，神的怒气，怒气之后神的怜悯跟慈爱，多么的宝贵。因为那是神要给人的信息，要给人的盼望，等着人回到他面前的呼唤。盼望这两个字在2020年是多么的可贵，多么的可贵。这是你要传讲的信息。哎呀，我的 PowerPoint 不太专业啊，看得见吗？更深的看见使命宝贵的价值。我更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不大对，什么叫我年轻的时候？所以我说我更年轻的时候啊，我更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一对宣教士，他们没有什么名气，我想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对我的生命有很多的启发啊。这位宣教师叫做康大卫牧师，这个名字实在太普通了，什么大卫很多啊。康大卫牧师当年在首尔神学院毕业以后，应该是长老会的神学院啊，他就被教会差派到太平洋岛屿塞班岛上的韩国人的教会服事，他是韩国人。那90年代当时因为中国还没有加入 WTO， 那塞班就有进口这个美国的优势啊，就好多人在那里开成衣工厂。嗯，
就开始大量的从中国内地招工啊。那时候在那里的韩国教会就发现，这是一个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好机会。康牧师不会说汉语，他想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就只有透过显族人翻译。那显族人是这样，有的呢这个韩语好，汉语就不好啊；有的汉语好，韩语又不好。但是福音还是传开了，好些人信主了。那就在一次崇拜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呢就祷告的时候就哭了啊，一个中国的姐妹就哭了。她就祷告说，神啊，求你差派一个中国人的牧师到我们的当中。那这个事情康牧师就听见了啊，他就是有一点那个嘛啊 hurt。他就祷告说，神啊，你让我会说汉语，让我会说汉语可以向中国人传福音。很疯狂的，他那个时候要是有 Google Translator 可能他就那样子说了。那之后呢，他就西家带眷呢到这个新加坡学习汉语几年，又到英国进修几年，然后到了北京传福音。可是在北京的环境很艰难，这个时候塞班岛的呼声又来了啊！那时候有更多的中国人在塞班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过福音，而且可以没有限制的传福音。他就又西家带眷的回到了塞班岛，开始了一个教会，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你们不会想象他怎么开始。他要找中国人，去哪里找？他去机场等，等从中国来的班机啊，下飞机的这些中国的工人，他就开车跟踪他们，啊，跟踪他们到宿舍，他们有宿舍嘛，他就天天在宿舍门口等他们，天天去探访他们，到那里一点一滴的让他们信任他，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每天接送他们来参加聚会，学习圣经，三年这样的服事日见果效，好多人信了耶稣，受了造就。但是合约到期，他们就要回国，所以传福音的机会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到康牧师一家人已经负荷不了这么多的工作了。他就祷告神说，神啊，你差派中国人的宣教士来吧，神啊，你差派中国人的宣教士来吧。他找到了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他向中国人发出呼声，中国人的宣教士来吧，中国人的宣教士在哪里。就是那一年我听见那个呼声，1999年，我不认识康牧师，我没有见过他，我连照片都没看过，但是我听见了呼声，我去了。我抵达，我到了那个地方的第一个晚上，在聚会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受到我是属于那个地方的，我流下眼泪，我没有听错。第二个感受就是，我跟康牧师说：“哎，你怎么没有白头发？”他就说：“为什么我要有白头发？”我说：“中国人的宣教士都好多白头发。”后来到了主日的那一天，教会有早崇拜、晚崇拜。哎呦，教会很多聚会，早上也聚会，晚上也聚会。那就是我们每次聚会都需要开那个15个人的那个 van 啊，面包车去接弟兄姐妹来聚会。15个人的 van 啊，可以接20几个人来，你知道吗？然后康牧师就开车回来的时候，那个教会因为都是在工厂的对面嘛，那个门口就是那个停车场，非常的混乱啊。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开黑牌出租的人
的车都停在那里。那那个车很大啊，他停进来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就蹭到了不知道谁的车啊。哇，这一帮人就开始找康姆斯理论啊，就找他麻烦。教会里都是姐妹，根本帮不了什么忙。哇，僵持好久啊，都要动手了啊。然后后来没办法，我就打了电话叫警察来。那警察一来，那个才把这个事情平息了，康牧师才安全的进到教会，衬衫的扣子都拉掉了。聚会已经晚了半个多钟，我目睹这一切，我的心里才知道他跟师母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之后传福音的工作一样不容易的，教会的事务也没有少过，每天从早到晚的服侍，一个礼拜七天，很辛苦，但是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康牧师说我是师母十年来唯一的朋友，师母说我是神派来安慰他们的，这样的话我听了是很心酸的。我不会忘记每一次我们去宿舍传福音，敲门就是硬上，你知道吗？常常被拒绝，常常被拒绝，没有结果子。但是回家的路上，康牧师总是跟我说，每次传福音，他的心就很喜乐，因为他感受到耶稣的同在。他说，在中国没有这样自由的机会。这些话我每次听，我都流眼泪。在我最想回家的时候，他也没有劝我留下来，他就是打电话给我，要我跟他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去传福音，然后再跟我说一样的话。我的心里就明白，我还要留下来，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说过，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我在这里，我愿意去。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有没有类似以赛亚这样深刻的相遇，你曾经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的圣洁跟荣耀吗？你曾经很深刻的发现自己真实的状态吗？你曾经深刻的看见你的使命的宝贵价值吗？这其实就像一个平衡的属灵关系，向上要有深刻的相遇，你向内也要有深刻的相遇，你向外就能够看见神要给你的使命。当我们只有向上向外的时候，而忽略向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仰是不容易深入的，是容易伤害人的。当我们只有向上向内的时候，拒绝向外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自我中心，自我满足。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向内向外，没有向上的时候，那是没有根基，经不起考验的。所以好不好，你可以向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向上向内向外。要加上手语，知道吗？深刻的相遇要成为你侍奉的动力。这个卡通含义很深的，看懂了没？看懂了吗？如果有一天正道的毕业生变成那个头发很长胡子很长的那一个，神学院是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好，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给你们一点时间，你们可以自己向神回应今天的信息。你可以为自己祷告。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坚固爱的关系，是与神、与自己和与人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是在不断的相遇里持续坚固的。你的关系和相遇深刻吗？温度如何？感受如何？我不知道你的处境如何，但是神知道，他等着更深的向你来开启。等着让你更深的见他，让你在你的内心更深的遇见自己。他要帮助你重建你自己，他要用笑脸帮助你，用慈爱的声音呼唤你，呼唤你到他希望你去的那个角落里，服侍他的羊。我为你祷告。天父，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深的知道你是谁，更深的知道我们是谁，也更深的看见你给我们的使命。谢谢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面对你的时候，都能够有深刻的相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